Çıga.七哥，义兄弟啊，我在这儿呢。嘿嘿，这么多谷子，全是你一个人磨的？是啊，全磨好了。想不到你力气这么大。当然了，哎，你看，哼，我力气最大了。哎哎，老实告诉你呀，这些个谷子是若兰姑娘的。若兰姑娘，哎，就是住在清凉寺后边的那个若兰姑娘。哎，你今天已经见过她了？我见过。是啊，哦，我见过他。啊，你看，记起来了，不就是他喽？他是什么人？嗯。